一般假期出游，我会选择的出行方式，希望是可以骑脚踏车，我觉得比较方便，然后也环保，可以多运动。对，最近领养了一只流浪狗，对对对，然后之后可能在不确定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我想带它去海边玩，带它去游个泳，我也不知道它敢不敢下水。因为他也才四五个月吧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抓虫子啊，对啊，我不会带他回家，因为他还是要有他自己生活的地方，让他回原位，不会去抓回去家里养，对对对。高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，走最左就是，没事，走最左侧差出是谁啊？走最左侧沙鲁，来再来一个。其实录歌会比较好玩一点，但是录音也蛮有趣的，因为会有很多直升机在那边飞来飞去。导演应该剪进去了，三台直升机来回的在做训练，对对对，还蛮有趣的。如果还有下一次的机会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想法，对，然后可能会更活跃一些。对，活跃，更活跃一些。吃跟吃嘛，滋滋如果连在一块的话，就会嘴瓢。你看，滋滋滋吃会比较容易出错。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，本次步行导航结束。不舍得走怎么办？用跑的。怎么样？安利我的这个导航是吧？我的导航什么时候要上映？下载陈立农的高德语音包，祝你行车永远平安，开车骑车永远不堵车，这样够呛。对，很好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祝福，希望我的粉丝都可以去下载一个高德地图。对，国庆假期时高速行驶，请远离大货车，系好安全带，同时为孩子选择合适的安全座椅。祝大家出行平安。